我的衣服呀。哦，谢谢你啊。你说说你，你抱着孩子你怎么那么粗心啊？叫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呀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大哥啊，这孩子怎么哭得那么厉害啊？你怎么还慌慌张张的？哦，没有，这刚才啊跑得太着急了，我没有听到你叫我。大哥，我看这孩子不像你的吧？你看看你这个人说的什么胡话呀？这孩子我抱着呢，肯定是我的呀。这可不一定，这孩子虽然是你抱着，可他不一定是你的呀。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？这孩子现在我抱着，不是我的还能是你的呀？你说这孩子是你的，你看你是怎么抱孩子的？我在后面追你，你抱着孩子跑那么快干什么呀？我从我追上你到现在，孩子一直在哭，你都没哄他一下。我看你啊鬼鬼祟祟的，你这心里啊肯定有鬼。没有的事，我这心里能有什么鬼啊？这不是孩子不舒服吗？我这呀比较着急，这没想那么多。行了，你就别在这给我装了，我是过来人，我一看你抱孩子的手法，你绝对不是孩子他爸。你口口声声说这孩子不是我的，那这孩子能是谁的呀？我看你这个人啊就是多管闲事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闲事儿我管定了。你说说你这个人怎么没事找事呀？刚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孩子呀生病身体不舒服，我着急啊送他去医院，懒得跟你说那么多。哎，怎么想好啊？你说孩子是你的，你怎么证明？这我的孩子我证明什么呀？你给我放手啊。我不放手。你别逼我给你动手啊。来人啊，救命啊，有人偷孩子，快来人呀。你喊什么呀？你给我放手，快放手呀。你怎么像泼妇一样啊？赶紧放手。我就不放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，恼羞成怒了，是不是想动手？动手怎么了？我看你啊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偷孩子呢。你胡说八道，谁偷孩子了？就是你偷的。见什么放手。别动手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孩子啊就是我的，可是这个人呢拉着我不让我走。哼，要真是你的，我一说你跑什么呀？还鬼鬼祟祟的。这现在偷孩子的这么多，照你这么一说，他该不会真的是偷孩子的吧？不是，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吗？我说了，这孩子是我的，就是我的。现在孩子呀身体不舒服，我着急送他去医院。你们两个这样拦着我，这孩子如果出什么好歹，你们两个能负得起责任吗？我们呀就是对这个孩子负责，所以才不让你走的。你口口声声说这个孩子是你的，你什么证据啊？不是，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这你给我要什么证据啊？你多管什么闲事呀？这如果孩子真的是你的，你呀就不用心虚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两个报警。对，你说的对，你看着他，我报警。行，报警来。哎，他真是个偷孩子的，只可惜啊让他给跑了。我也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个偷孩子的。我就看他抱着孩子一直跑一直跑，你说哪有当父母的抱着自己的孩子这样跑的？这以前啊只在电视上看过，没想到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呀。幸亏啊我多留了一个心眼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谁家的父母啊怎么那么粗心啊，把孩子给弄丢了。是呀，你说说这孩子如果真的让那个人贩子给抱走了，这他的父母该多担心呀。是啊，咱们两个今天也算做了一件好事，挽救了一个家庭。我的大孙子你去哪了？这专业的功夫你就不见了，你去哪了？你急死奶奶了，你去哪了？这孩子的父母现在肯定会很着急的，要不咱们去找找吧。你说的对。哎，我是从这边追过来的，要不然咱们顺着这条路去找找。行，那咱们赶紧走吧。走。大孙子，我的大孙子。哎，这不是我的孩子吗？你的孩子？大孙子你去哪了？把奶奶给吓坏了，你说我是找不到你，这奶奶怎么活呀？阿姨，这孩子是你家的吗？是啊，阿姨，你看清楚，这是你家的孩子吗？是我的大孙子，谢谢你们。阿姨，你说你这孩子那么小，你怎么那么粗心啊？这孩子差一点就丢了。是啊，这刚才一个人贩子抱着你大孙子，要不是这个姑娘啊，你的大孙子啊就丢了。是啊，阿姨，刚才不是这位姑娘帮忙的话，那个人贩子我一个人也拦不住他。谢谢你们两位。刚才
我推着我大孙子玩，一个陌生人跟我说话，我就一转眼的功夫，我大孙子就不见了。阿姨，我不得不说你两句，你说孩子现在这么小，你一个人带他出去，你千万不要让他离开你的视线。是呀，这如果真的让那个坏人得逞了，你说说你这后半生该怎么过。是啊，阿姨，如果孩子丢了，你想想看，这孩子的父母会原谅你吗？阿姨，这以后千万要看好孩子，不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了。是是，你们两个说的对，谢谢谢谢你们，你们两个的大恩大德我无以回报，我给你们跪下。哎，阿姨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使不得。是啊，阿姨，这孩子没丢就好，你不用行此大礼。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两个了，如果我的大孙子要是找不到，我也不想活了。行了，阿姨，那个坏人啊真是太可恨了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记住那个坏人的模样了，我啊现在就报警，一定要让那个坏人啊得到惩罚。对对，得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，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对对，你们两个说的太对了。那阿姨，你跟我们一起去报警吧。行行，我陪你们一起去。走走走。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。是啊，以后看孩子可得当心。